喂，哎呀，我死到一半，你打电话给我做么？啊，到了，啊，现在。 反正子红他爸，你不会常住，你帮我找间屋子，当做是我妈的家。给我一间最大间的房间，不要跟我猜头啊！你找个人领我妈。阿姨，您今天会做梅菜扣肉吗？啊，我啊！是我也是啊，表弟。表弟，这哦，他是我儿子啊。你，跟我舅舅。 舅舅，嗯，农从事什么行业？律师。你不要让我知道还有事情瞒着我。你有没有骗我妈呀？我最不骗子，好吧？你的意思是说我这么做对不起他是吧？什么？是我啊？到底要我怎么样？你要我马上消失是吗？ 舅舅，有心事，你不要一直用钱来逼我，可以吗？你每天都这么怕，说实话啦。大神到了。阿龙，我给你红包，给你面子。啊，女人！你跟朝阳为什么合起伙来骗我？混蛋！快报警！ 我是说，打电话给警察。